位观众们，你们期待的特别影片又来有啦！在上一集，小富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拯救到雷斯特，给他就很生气，要把我们给干掉。突然间，天空看见了一个失控的飞机，结果看清楚，原来是崩碎和雷斯特啊！雷斯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麦克的家人给找出来。于是我们使用了军事的雷达，找到了他们的位置，但是不小心引来了三架无人机，而这三架无人机的最后原来是电钻人的导航来的，这下惨了！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逃离呢？今晚的影片，我们就一起来揭晓吧！现在我们后面呢，就是一只这么大只的这个电钻人正在追着我们，我们真是想尽办法要怎么样逃离，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哇，哇，我的天，哇，他帮忙我的这辆车加快速度，哇，哎呦 ，Oh my God， 喂喂，小心小心小心，全部人跳海跳海跳跳跳下来 ，OK， 没事没事没事，哇，这辆车子可以飞到这么远呢，我的天啊，还一拳那种打到地上，我整辆车飞到这一边。OK， 总算没有事情，因为他们全部都很幸运，完全没有一个人受伤，完全没有一个人死。我觉得那一个电钻人应该是没有办法能够追过来的，是不是？看样子应该是追不到我们了吧？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到另外一辆车子来逃跑了。啊，这两位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可以借你们的车子吗？哎，什么？我们的车子这么贵重，你以为借就借的？啊，不要来烦我们了，我们在吃汉堡。那好吧，如果你不要借的话也没有关系，万一等下那个电钻人真的跑过来的时候把你们给打死的话，我就不负责了啊！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哇，看他生气了，他生气了，哎哎，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你不要挡着我，你要打我是不是？看啦、啊，我们两个人拿枪出来哦，你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我跟你讲，哇，还是不要让我离开是不是？哇，打电话要叫谁？叫警察 ？Oh my god， 叫警察是不是？叫警察是不是？啊，真是的。哇，你看一下我们两个打电话的话，为了这叫警察来的话，我看我就够力了。惨了惨了，我听到声音了，我感觉那个电钻呢应该是要过来了，是不是 ？Oh my god， 惨了，来不及了。哎呦，快点快点，惨了 ，Oh my god，No， 哇、啊，哦，他把那个曼达丢到很远去了。哇哟，我这辆车完蛋，哦，哇，啊啊，快点快快跳出来，降落伞降落伞。哇 ，Oh my god， 惨了惨了惨了，我根本就逃脱不到了，这一次完蛋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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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贝、欸，不要！哎呦，我跳降落伞都没有来敢叫你，你这样都要抓我，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啦！哇，地上全部血，你们看，哦呦，看又来又来了又来了，咦，底下好像有一些车辆，哎，走开！哎呦，惨了惨了，我感觉好像军事已经来了嘞，军事是不是来了？哦 ，yes， 哎呦，哇，还是把我给丢下海里面哦。不要紧不要紧，没事的，我可以游泳的吗？哈哈哈，我游泳游到上岸了之后呢，我就可以再逃跑了，有本事再来打我啦，这个电钻了我下游，你真的是拿其中一位军事的尸体来丢我、哦、OKOK、okay, okay, 这样我不要跟你挑战了，你有本事 你打你赢 OK， 我不要，你不要来，走开你走开，哎呦，不要靠近我，我现在要逃离这个地方，我要快点回到去军事基地啊！现在这边有好多军事在这一边，应该有办法能够保护到我的。嘿，这边有军事战车耶，我相信里面的军事应该是已经死到完了吧。OK， 不要紧，来，我们借用这辆军事战车先。OK， 借用先啊，借用先。哦，又来了，又来了，快点跑线，跑线！哇，那个威力真的是很强大，你们看，哦哟，那个飞机啊、直升机、啊、还有战斗机、啊，全部开放它的炸弹，直接射过去了。哎 ，Amanda、Jimmy 还有 Tracy， 快点上车上车，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哦哟，这边的路线有一点难行驶啊，你们看，哦哟，弯弯曲曲的，真的是有点困难，不要让它能够。跑过来找到我们先哦！我希望啊，他一直在顶抗那些炸弹还有飞弹之类啊！这边看到那些车辆，
快点，快快来啊 ！Jimmy、Tracy 还有 Amanda， 来，快点，我们换车，换一辆比较 OK 的车啊，就换这一辆啊。这辆如果说没有错的话，应该是 Lance Stalker 来的。快点，快点，快点！天公保佑啊，不要追到我啊 ，Please！ 哟，快点跑，快点跑！哎呦，我的天，他来了，他来了！你看，我就讲嘛 ，Oh my God， 惨了 ，Please！不要追到我，观众们帮忙我一下，影片下方点下赞，快点，点的越多的赞就追不到我了，快点 ！Oh my god， 我车子很危险，不要撞啊，千万不要撞，一撞我就死定了 ！No！ OK， 没事没事，没有撞。观众们赶紧，影片下方点下赞，快 ！Oh my god， 真的是好危险啊！看一下，他应该是追不到我们了，有一段距离在后面了啦。OK， 成功了，我们差不多成功了 ，Yes。哇哇，好危险，好危险！快点，我们前面再继续走，就是到达那个 Plato Bay 了，那边是很远的地方来的。怎么样？怎么样？他应该是没有追过来了，是不是？看一下后面先，哎，好像没有了，哎，好像没有了。哇，危险，危险！哇，这辆车真是开到太快了，危险了！我觉得我要停下来，找一个地方也停下来先，太危险了！哇，我的油门一直踩呀、踩呀、踩到完了那一种，哎，哇哟，真的是太危险了，刚才。怎么样？这辆车还能修理吗？嗯。咦，雷斯特，小富，你们来了？怎么啦？这次你能大命不死，会倒回来这边，应该会有些线索吧？暂时还没有什么线索，目前来只是拯救了迈克的家人而已。现在电钻人在外面一直盯着我们，我想我们根本就无法出到外面去。你不要害怕呀、你要敢敢去，你要知道你是警察来的嘞。你以为警察就是万能吗？警察也是人来的好吗？请把我当人可以吗？那么你还有什么办法将电钻人给打倒呢？出动马桶人吗？不行，马桶人根本就不是电钻人的对手。如果你敢出动的话，所有的马桶人都会死掉的。那应该要出动谁？出动我，我是电钻人的对手。哼，你去的话，我想不到十秒钟，你整个身体都会被弄碎啊！这次惨了，我们没有办法，完了。还没，我有办法。Amanda， 你有？我记得我老公好像有一个已经失败多年的项目，这个项目好像是被遗弃在我家的地下室里面。如果没有错的话，这只机器人如果能制造出来，它会是最强最强的。有这样子的事，那么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了。对 ，Amanda， 我现在直接载你过去，你告诉我地点在哪里就行了。哇，各位观众们，你们听到吗？原来 Amanda 知道 Michael 有一个已经被遗弃了的项目，而且听说这个如果制造出来的话会是很强的哦。哇，观众们，你们是不是很想要去知道到底是谁来的嘞？啊，有谁不想要知道是谁？我也想知道啊，但是呢很简单罢了。观众们知不知道还有超过 78% 的观众还没有订阅呢？赶紧快点点下订阅，好，别忘了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下一部更加好看的续集影片啦。不好意思，你的车已经修好了，你可以乘坐了。OK， 谢谢你这位兄弟。好，来 ，Amanda 上车，来，我们直接去到。你告诉我那个地点在哪里啊？都是你的家是不是？所以当时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错的话，是 Michael 乘坐那个碎碎猫，还有另外一只那个机器人跑过来，但是两辆机械都是被打败了，所以呢倒下来在那个靠近 Michael 家那边。我相信他的家现在应该是着着火，然后呢整个家好像不能够进去里面了，对不对？那么观众们，你们认为我有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如果有的话，你们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OK， 好啦，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Michael 的家了。虽然 Michael 已经死掉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换名，我们不要讲 Michael 家，我们讲 Amanda 的家。哇哟，你们看一下，整间家是着着火的嘞。OK， Amanda 来下车。我觉得你的这个大铁门应该是已经锁着了，是不是没有办法能够进到里面去了？可能我们要找另外一道门了。这边呢，这边呢，这边应该是还没有锁了，是不是？来，我们测试一下。哇哦，果然还没有锁，很好哦。而且你看一下，整个家变成这个样子。
Oh my god， 我看我们根本就不能够进去里面，大门都被着着火，怎样进到里面去？ Amanda， 惨了，你看你的家烧成这个样子，你要我们怎样进到里面去？哎呀，动一下脑筋，那我有办法的，你跟我过来。OK， 什么动一下脑筋，这是你的家又不是我的家。哎呦，什么要我动一下脑筋，我当然是问你的嘛。等一下先啦，还要带我去那里，好像已经，诶，他看过来这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堆一堆那些箱子，是不？你看在上面，然后你要干嘛？什么要干嘛？当然是爬上去啊！这边有这么多箱头可以爬上去的吗？上面的厕所的窗口是没有关的，直接可以爬进去里面。窗口直接爬进去里面呐、啊？让我看一下，应该是可以的。让我看一下啊，再来，哇，再来，在这边可以吗？有点高，哇，可以哦。而且这边哦，这个是他们已经知道他家里的厕所的窗口是没有关的啊！哎 ，Amanda， 我已经爬上来了，你可以爬上来了，快点！现在我要去看一下到底他所说的那个地下室是在哪里。这间家有地下室没？我好像没有来过嘞。嗯，观众们，你们觉得那地下室会是怎么样的地下室呢？喂 ，Amanda， 你要去哪里？哦，有一道门在这一边哦。这一道门的通路就是可以直接下到下去地下室里面。通常麦克很少开的啊，是啊，真的这么好？好，现在我就来测试一下，开门！哇哦，你们看，真的是有个地下室哎，这可以下到下面去的，哇哇！我从来没有来过这样子的地方哎，真的没有想到，原来麦克家竟然会有地下室哦，观众们，哇哇、哦，原来下到下面去是这样子的，而且好像感觉很大哎，这个地下室真的是哇。我没有想到原来是这样子的东西来的哦。哎 ，Amanda， 你要带我去那里。Amanda 好像知道那个仪器哦的那个项目的东西哦，那机器人在哪里？他好像知道嘞。你看一下，我们跟着他就可以了。哎，等下先这种环境停下来，是在旁边这边吗？哇，你们看，真的嘞，这个就是那个仪器哦的机器人。哇，原来是这样子的样子的哦。而且外面还有这么大个的一个时钟，而且这个时钟感觉好像很旧很旧了嘞。为什么要摆一个时钟在这一边呢？奇怪，我真的是搞不明白到底这一个项目是要做什么东西。哎 ，Amanda， 出来一点，出来一点。好啦，你不要看这么多了，你知不知道你有很多的问题吗？我知道我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知道了，我要怎么说呢？Amanda， 你确定有办法能够把这个项目给组装起来吗？这个要看雷斯特能不能够了，我只是告诉你有这样子的东西而已，接下来要靠你们了。OK， 那么我们就把他所有在房间的东西啊，包括那一个机器人全部给带出来，然后我们要想尽办法怎么再回去这个军事基地。啊，我想到了，打电话给小富，叫小富驾辆卡车过来吧。Hello， 哎，小富啊，你方便吗？可以驾一辆卡车过来吗？我这边有几样东西要载回去这个军事基地了，你快点过来，快点过来。好了，我们就在这边暂时先等一下小富先吧，很快他就到达了，很快的，应该要一个15分钟这样子就到了。喂，搞什么鬼哦，这么慢的？哎呦，两个小时了嘞，几点了现在？哎呦，惨了，我已经肚子饿了哦。Amanda， 你在这边先啊，我去买点东西吃先。哎呦，惨了，现在已经几点钟了？这么久，哇，14:29，就2:29了嘞。我的天啊，我刚好像在那边的时候是11:00多这样。哎呦，两个小时多，我的天啊，小富搞什么鬼哦，那么慢的？哎，不理这么多，我要先去找一点东西吃先，很太饿了。Hello， 老板啊，请问这边有没有卖一些食品啊什么之类的、啊？我想要快点顶一下我的肚子。世界都要末日了，你还来买东西吃，你真是厉害啊，都不懂他在讲什么什么世界末日，那你可能会世界末日，我还活着啊，搞什么东西哦？真是的。嗯，有一只猫在那边，一只喵喵叫，不懂在喵什么东西，应该是跟我一样太饿了吧？但是，诶。我感觉有点奇怪，观众们，你们有没有意料到有点怪怪的东西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奇怪的东西？好了，我们回到来麦克的家了啦。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咦 ，Amanda 嘞 ？Amanda 不见了哦。等一下先 ，Oh my god， 地上有血，惨了 ！Amanda 嘞 ？Oh my god， 惨了！我觉得发生事情哦，！等一下先 ，Oh my god， 那边有两个人，喂，那个谁来了？哦哦哟，这个是包着头包着脸，不是谁来的？把我们给打死先！啊 ，OK， 两个死了，
惨了惨了 ，Amanda 跑哪里去 ？Oh no， 这是够力啊 ！Amanda 呢 ？Oh my god， 这是够力啊 ！Amanda 在哪里 ？Amanda 在哪里 ？Oh no， 但是这些东西还是留在这一边。OK， 不要紧，我想办法看一下这辆车子，这辆车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可能我们可以去查一下。我觉得车子里面应该会有一些线索的，快上车先，上车先。哈，看到了，这是幸运能够找到那张照片，而且这张照片我知道在哪里，是在那个码头那一边的。我在想会不会 Amanda 被绑架到那一边呢？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我们现在直接过去那边吧。快点快点，现在已经是码头了。OK 啦，我们下到达码头了。观众们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你们看一下这四周围，我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嘞。怎么这整个街啊这么奇怪的，而且很安静这样子的感觉了？不要紧，没事，我们先进到里面去先。我相信 Amanda 应该是在里面了。Oh my god， 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来的？我感觉好像是实验室来的嘞，而且里面有超多的博士死掉。Oh my god， 这到底是他们在里面是做什么样的实验？这是什么东西来的？像就是类似像机器人这样子的，哇！而且有点惊慌是哟，哇！你们看，这个是一个那些放机器人进去里面的东西来的是吗？这么多博士，还有这个机器人感觉，哎呦，电钻来了嘞！他们算是电钻人来的，电钻人这样，这也是制造电钻人的地方来的喽，哇！就这么多这些机器电钻人要被制造出来了。Oh no！ 我看惨了，这次难怪现在感觉外面好像有点怪怪的啦，应该是很多那些电钻东西啊，机器人全部已经出到外面去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可能？观众们觉得会不会这样子的可能？不行不行，我要快点去找 Amanda 出来。Amanda 应该在这一边了，这个博士好像死得很可怜啊。Amanda 嘞，应该在这个门这边是不是？看一下 Amanda 有没有在这一边啊，观众们不好看哟，哇哦！又有人死掉，这个感觉好像是这个，咦？你们看他穿这个是什么？警察的那个防弹衣来了嘞！哇，为什么会有警察的防弹衣在这边啊？难道这是警察所干的事情？不会吧 ！CK， 救我！赶紧快点救我！哇，这一帮应该算是恐怖分子吧？但是感觉他们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这样子的嘞。咦，我们看一下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 gang 啊，应该是后面一个 G 字上是 gang 吧。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你们看 ，Oh my god， 穿着警察衣服 ，LSPD， 这个说是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哎，哇、哦，应该是警察里面有内鬼是不是？啊，不理这么多了，我们现在赶紧把 Amanda 给拯救起来，然后直接载他回到去那个军事基地。哦，对，不要忘记还有很多很多东西留在那个麦克家要去拿，而且我已经打电话给小夫了，小夫没有错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吧？好了，前面就要到了啦。怎么外界会有这样子的声音一直传出来的啊？奇怪耶。OK， 不要紧，小夫已经到了。Hello， 小夫，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帮忙拿一下，因为里面有那些坏掉的机器人啊，还有时钟啊之类的东西需要你帮忙一下。小夫，你一个人吧？哇，哦，雷斯特嘞，他没有跟着你一起吧？如果是两个人的话，怎样搬得动哦？因为里面东西很重嘞。你来看一下，全部东西在这一边罢了。OK， 那个机器人在这边，然后还有那个大哥的时钟。喂，你们在玩什么东西？还玩捉迷藏啊？听我讲话嘞。CK 啊，雷斯特有叫我赶紧把 Amanda 载去军事基地，因为还有重要事情要询问 Amanda。这些东西你就自己本身搬吧。哈，那你可以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搬咩？你不要伤心啦。喂，不要这样子嘞，搬个忙好不好？一下子搬了很快的。A few moments later， 啊，对咯，这样子才是吗？好了，这样子我可以再回去了啦。So， 你们就自己本身小心啊。OK， 小富，我现在等下去到军事基地的时候再跟你会面。就大概这样子先吧。我自己本身也是要乘坐这辆卡车驾到去军事基地，好像一段很远的路程嘞，观众们。Oh my god！ 但是我希望啊，不要惹到那一个叫什么东西啊？我忘记了，那个叫什么啊？电钻人，千万不要惹到电钻人来找我们啦、啊！如果有的话呢、啊，我看我就这一次完蛋了。所以观众们，影片希望点下赞，现在赶紧快点点多赞，你们越多赞呢，我就可以成功，那个电钻就不会遇见了啦。OK？ 奇怪了，这整道路都是很安静，完全没有车也没有人的嘞。哎呦 ，Oh my， 等下先，那是什么东西？
哦，惨了！哇哇哇，这是什么？不会吧？那个电钻人已经站出来了。这是我刚才在那个地下室那边那个秘密实验室里面看到的东西来的。哦 ，OK， 他们暂时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哟，他看过来了。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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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ello, 新年快乐啊，万事如意啊。Oh my god, 惨了，洛森都市区变成这个样子哦，你们看，哇 ，Oh my god, 那边好像又有另外一只在那边，有全部是站在这一个。这整个市区里面全部站在那边哦，你们看，哇，那边又来，万事如意，万事如意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这个洛神都为什么变成这样子？这个更加高烈哦，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哇 ，Oh my god， 这是完蛋了，惨了 ，Oh my god，please， 你们不要看着我，惨了，我慢慢加 ，OK， 观众们，影片下面帮我点下赞 ，OK， 我们静，我们慢慢的加，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生过 ，OK， 我们慢慢加，加到去北部就是了 ，please，Oh my god， 我真的很怕 ，OK， 它是转哪里 ，OK， 看到是转左手边，哎，右手边 ，That's Bougie， 右手边 ，OK， please， 保佑我，不要有事情发生 ，Oh my god， 我真的是很怕。哇，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嘞！哇，这个更加死哦！你们看，哇哟，他们好像是什么那一个关卡这样哎，我这辈子可以直接过去北部了，好像关卡这样，应该没有事情。OK， 来保佑我，我现在慢慢过去。影片喜欢点下赞，快点，观众们点多多的赞。OK， 来，我慢慢走过去，没有事情。OK， 阿弥陀佛，没有事。OK， 没有事，真的是没有事。OK，good。哇，那个声音又来了。OK， 很大声，这声音很大声，我知道这声音从哪里来了，是从韩沙门身上跑出来的。OK， 没事 ，everything is fine。OK， 没有事情。OK， 很稳定，很安全。OK。哇哟，我真的是手震啊！哎呦，我的天啊，发抖哦哟！雷斯特，我把 Michael 地下室的那一些东西全部给带回来了。这一些就是 Amanda 说的那个已经被荒废、已经放弃了的那一个项目的东西来的。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钟在那边啊。然后我听 Amanda 说呢，这个机器人全部东西如果合起来的话呢，如果谁懂得怎么样启动它的话呢，它将会是一个最强的一个机器人。然后他说要靠我们自己本身了，所以雷斯特，你有办法吗？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不能够泄露秘密先，我不能够怀疑到底我能不能做，但是我会尽我能力做到最好，这个机器人应该可以出得来。好的，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各位观赏，记得还没有订阅 PSKGD 频道，记得点下订阅哦。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见了，各位，拜拜。放开我！你绑我起来干嘛？Manda， 知道吗？你懂的东西已经太多了。我已经忍你很久了，我必须要解决你。
我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我老公已经死了，你不要这样子。对不起，已经太迟了。这不关我的事情的。你透露太多东西给 CK 知道了，现在把整个计划都弄慢了。没有，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放开我，不要。你想怎样？我想怎样？我没有想怎样，我只想把你这个八婆的嘴巴给闭上来。你们想要对我，我走开，我不要，走开，不要。